灯呢。哎呀，哎，丽英，干！一组向左，二组向右，注意我们的人，其他人跟上无论，干！不是，老同志，大意了吧？哎，你们这。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飞狼走势有交代，遇有特殊情况，优先处决战俘。我先杀了你，再杀了这头猪。你们是反动派吧？你们对战俘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，就不怕受到谴责吗？这些跟我们说不着，你先想个姿势，不要太难看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干嘛？我跟他诀别一下。你有病啊，你跟猪说什么话？他现在是搜救对象，你们总得讲点人道吧。快点快点，天永别，共赴黄泉。快点快点！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没有啊。刘二五呢？人呢？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。走。等等。又出发，在那边走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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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他真哭了。他是知道自己即将被淘汰，心里难受。哎，他也是个感性的人。咱们怎么办呢？不知道前方能不能顶得住。等他唱完最后一句吧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家。李二五，你安全了。李二五，离那猪远点，当心它咬你。一定要乐观，乐观，我们都要乐观，乐观。
同志们，我们是不是该庆贺一下？对，太不容易了，我们胜利了，胜利，胜利了，这太不容易了，我担心死了。号救援一号，我是韩浩鸟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，现在向你发送新的航线数据，请按照此数据飞行。我们的考核内容里没有这一项。你们的考核内容里也没有用轨迹骗取直升飞机的这一项。你们这是在报复吗？随便你怎么认为。航线数据发送中，请接收。雷杰，赶紧想办法怎么办。还能怎么办？人家是武装直升机，我们是运输机，一架能干过我们十架，想逃也逃不了啊。那就只有从了他了，从了吧，到地面再说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对，